波斯猫的特点。其实波斯猫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系，甚至有些时候呢，甚至说50%到60%以上的可能和波斯都会有一些血统上的一些穿插。如果是一个我们讲叫标准的或者是血统比较纯正的波斯猫，它具有哪一些特点呢？第一点就是大，体格真的很大，波斯猫一般都是大体格的猫。再其次一般都是长毛，它们毛都非常的柔顺长啊，这个时候是非常漂亮和优雅的一个。然后再除此以外呢，我们会发现脸部啊，也是头部啊，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，都是波斯猫基本上都是扁脸。那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属于那种像我们狸花猫那样尖嘴猴腮的样子，它往往它们都是扁脸，哎，非常的憨态可掬。除此以外，它们的头会非常的圆。然后在性格上面呢，波斯猫一般来说都是特别温文尔雅的那种。你会发现，哎，家里面的这只波斯哦，好像就是平常比较慵懒，然后呢，处事有一个不温不火，哎，不会一惊一乍的这种状态。这个从体型上面那个大憨厚，然后以及脸部的一个扁平，再到性格上的这个就是温文尔雅啊，这就是波斯猫一个典型的特征了。